本集装修三分钟懂设计的问题是：细腻的手法彰显豪宅底蕴，让豪宅不止奢华，还富有极致的艺术性。要怎么做才能体现豪宅中的奢华美学？大家口中的豪宅常包含大坪数、高总价等条件，但精致实用的居家装潢更是豪宅不可或缺的一个部分。你也想要一个宛若艺术品的居家空间吗？现在就让和颜空间设计徐敏慧设计师以三个绝美豪宅案例带你走入艺术豪宅设计的世界中吧。秘诀一：奢侈一品不需美式风精品宅。150平的空间居住着一家四口，因前次良好的合作经历，选择与设计师再续前缘，让设计师以独到的美学见解为热爱食材的屋主打造独一无二的奢华空间。玄关蓝白玉石奢石，形塑奢华且富有层次的视觉感。进到客厅以对称红花绿叶石打造的电视墙映入眼帘，搭配两侧古铜色柜体，将视觉集中，提升视听体验。客厅与餐厅接壤之处选用蓝水晶勾勒，象征空间的转换。餐厨区金色造型楼梯扶手，进口花砖，美式线板与透光如宝石般的石材中岛，对应连接书房的手工艺术玻璃门，以细节彰显美学品味。主卧设计床头镀钛水晶与茶镜，做大理石电视墙，延续美式奢华风格，创造星级睡眠体验。客用卫浴以白金琉璃石材搭配金属马赛克砖，诠释奢华感，创造出属于一家人的璀璨奢侈博物馆。秘诀二：白色大理石丰富新古典风视觉。80平的空间以浪漫的新古典风铺陈，利用精妙的空间规划，让光线游走于居家空间中。再选用大气的大理石点缀，在浪漫的空间中贴抹丰富的视觉，让家不只是家，还是体现居者品味的美学空间。玄关以拼接石材与镀钛等一材质迎接来者，开放式公领域，高低错落的天花暗示场域性。配置软装以长形沙发、圆形餐桌的几何语汇，呼应天花板造型。壁炉概念大理石电视墙左两侧灰镜，凸显大气尊荣的视觉效果。沙发背墙柜体虚实交错，利用大理石与线板元素勾勒，巧妙展现如宫廷般丰富优雅的细致典雅。秘诀三：深色石材勾勒现代风透天别墅。150平的现代风透天别墅，以利落的现代风为主轴，以弧形语汇，璀璨大理石与灯光设计相接，镀钛金属与各式玻璃镜面，烘托精品奢华风尚。空间基底以暖色系的色彩铺陈做软装搭配，以温润木质调营造沉稳又温馨的居家，让空间回归以人为本，为屋主打造最贴近需求的完美居家。客厅电视墙由深邃大理石搭佐镀钛大地色系收纳柜，表现低调奢华的美感，更充满实用机能。沙发背墙点缀金属线条，搭配圆弧挑高天花板，展现大尺度的温暖调性与小细节的华丽光泽，使空间简约却不简单。主卧室低彩度色彩，营造沉静的舒眠场域。半高浴室电视墙后整合化妆台间，更创造空间的回字形动线。浴室设计双洗手台，让夫妻俩可以同时盥洗，感受精品酒店般的细腻设计。和颜空间设计徐敏慧设计师以深厚的职业底蕴，一主专属的精致美学，成就个性奢华的生活品味，迷人的工艺细节与空间优势，实践实用机能，温柔全身耐人寻味的空间故事。